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这是我的全新创作专辑的第一首推荐曲《心跳》。人的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可以带来无限的喜悦或无限的伤痛。想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，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，却无法往前走。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的塞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美好。